三元的棒，三元。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团体的成员 Yugen 上礼拜在我们听到的 community 已经发表过，已经确定 Yugen 毕业这个团体。毕业的理由是 Yugen 个人的家庭，所以没办法继续这个专题的活动，他本人也真的跟我们说真的不好意思这样，但是希望六个人一起可以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发表这个 community 的文章之后，下礼拜五的时候 Yugen 个人的 IG 也有发表这个毕业的事情，就是这样。嗯，谢谢真长哦，我们现在是两个人耶，这个频道的话主要的人是我们两个人，怎么办？真假在说什么？我没有在说什么，但是我没有说什么，我们原本是两个人的，所以回到初心。也对吗？Yu Gun毕业虽然很难过，但是也是一个现实，我们的话好好支持他的新的出发吧。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两个人全力以赴追我们的梦想。对呢，这样观众的大家也会放心嘛。OK， 让你们看见我们很努力的样子。对，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我们两个人挑战在去年也是吃完两千元的计划。打。三元的吧。很有感觉呢，哇。哦，三元。三爷，快回来！喂，三爷，听讲也可以吗？真的，因为太棒了。谢谢。我们一起过，不是一起吗？不是不是。我们跟我们。哎，边带。边带。哎，两个人花两千。对啊，原本那个两千元计划第一集就是2017年四月的时候，是我跟熊仔一起来树林演示，然后夸夸两千。嗨，大家好，我是阿三爷，今天我来到树林演示。嗨，大家好，我是熊。借りるのに2000元、この夜市で使うまで帰れませんという。两千元计划就是这样，因为是两个人，所以决定这样。味道太原本了。OK， 对，那我们走吧。那从这里开始吧。这个是的名字，大香肠，很帅吧？老板，小伙伴，等一下，等一下，哎，不帅，哎，大分吧。这个第一个，没问题，大。大份，好。谢谢。三元。对。三元。耶！いただきます。はい。哥，很久没有摆这个计划。好吗？三天哦，不然还是你想，真的很好吃。这个完全没问题，一定可以做。那接下来的话，我可以买吗？哦，可以。这里夜市的话，一定要吃这个吧，大阪烧。还有普通的大阪烧的话，有点慢的感觉，不够嘛。大阪烧，炸面。哦，我是男子汉。哇，太激动了。很棒。担心什么？画面太模糊。凤梨，台湾凤梨吧。哦。现在这个台湾凤梨很重要，对不对？对。两球，两个分歧的颜色。那。得到凤梨吗？凤梨，因为我想吃台湾凤梨。好，谢谢。你可以选不一样的口味。不是，要凤梨就凤梨。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韩国人，韩国人。真的吗？日本人。谢谢谢谢。你们是来台湾玩吗？还是拍节目？为了实现梦想来台湾。谢谢。谢谢。你要小心吃哦，我没有包的痕迹。谢谢，我的。嗯，真的好吃哦，台湾风味真的很棒 ，Number One。
付款吗？喂，这个人，我认账，你讲什么？谢谢。多少钱？小时。うわーわわわわ。あー、やばい、やってもた、やってもた。うん、まんねえ、純ちゃん。まんだんだ。看这个价钱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很贵，所以对这个计划来说很 CP 值高，但是结果分量也很多。やばいな、これ。いただきます。味道也很浓，上面有美奶，下面有大麻，一定会爆的。我是男子汉。玉米，好哈，好多。你是讲？但是这个西林夜市的气氛也回到原本的感觉吧。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真心经济2000元，那时候的话摊位也没有那么多，那现在的话真的超多嘞。还在吗？还在，真的还在，还在，不是还在，还在啊，还在。还是我们的中文不好，要进步。完全多呢，对，其实买了很多。哦，认真，终于吃了那个大麻烧。好，那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先我吃，那这个好，羊肉串。啊啊，什么？那个孜然的口味。来到夜市的感觉。我点的是这个起司跟虾子的，有点像酱油烧。哇，西施的空气超超出来很浓一包的。还有烤鱿鱼，浓厚味。哈哈哈！想喝啤酒。这是葱油。炸弹葱油。啊，原来原来。方向大方向葱油，还有这个酱油香，都是用那个小麦片的粉末的。贵的吗？贵一圈的，这个表示勇敢的意思。啊，还有小笼包。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啊，いいわ，最高。啊，本当にうまい。目前大概上百多。至少已经大概七分吧。我也是。那个大阪烧真的哦，那么太多。而且我们最近没有排大胃王计划，所以我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小。两个人的2000元计划是这么辛苦。我一开始两个人排的时候，觉得啊，2000元计划两个人的话绝对不能排，所以后来人加多一点。很有精神的感觉在哪里？好饱啊！为什么两个人挑战这个计划？这个是画面的问题吗？哦，不是，发的问题。队长，九片宝，怎么办？金额不到1万。我们要放弃吗？今天的话1000元。那最后一个，你不要看下面，你要看前面或者是上面。好，那下面好，最后一个。喂，全部都没有啦。我们要不要休息？要。要吃冰吧。啊，吃冰吧。芒果面面饼，芒果面面饼，还有黄梨子，芒果饼还有黄梨子，三元饼子吗？累了，累了。OK， 那这个饼的话，交给我。好帅耶！我一个人吃完。
真的好变态耶！いただきます。好的，真的好贵，你要好好休息一下。谢谢局长，好帅哦。怎么了，局长？发生什么？Room， 我的身体也冰起来了。这个芒果真的完全没有融化。寒いどうしよう。怎么办？三月呀，三月。嗨，好厉害耶！最后一个。哦。现在我想喝暖一点的东西。那你要喝汤吗？喝汤。好。局长，这就是你想要喝的汤。我想要的是比较更普通的。没有没有，喝这个就很有精神，对不对？对。哦。看起来真的很可怕。色度、色当、色血。咦。套餐。套餐。套餐。全部。在地面哦，原来那是老大。这只有三种的饮料：色血、色胆、色毒。这个直接这样过去，放在里面直接。哦，直接喝的 shot。里面有加 sake。啊，是哦。啊，原来三个都是。这个没有，这个 no sake。等一下，好的。你可以喝啊，那再讲哦。那第一个的话，这个呢，色血，这个是不？我其实真的没喝过。我哟，来，对，有酒精吗？干杯！呀，我很难以为之么？配方太多，这样做观众不会担心。好，真的不用担心。我上的工作不是让大家担心。二是让大家开心。いただきます。身体变暖暖的。啊，酒精的话，一般的 shot 的感觉。但是这个火箭里面有，我不知道是什么，有一点中药。哦。中药一点，但是更臭的，吃的味道。那第二个，吃蛋。啊，不是，名流。不是不是。对，那真的是毒。你越来越健康呢。哇，那个，哦，何だ？啊，这个还好，反而完全没有味道，有点可怕。いただきます。没味道，可怕。但是有一点点有味道。那只有一个。真的，せーの，剑道系统。相反的相反，可以吗？可以。只有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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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也一样，酒的味道。いただきます。はい。啊，但是这个只有酒味。好，那这个汤的话，我要啊，对对，我干，可以吗？啊，これ美味しいわ。跟那个鸡汤一样的感觉。啊。よし。啊。どうかんの？手間なじゅんちゃん。突然我的肚子。あら。啊，谢谢。君子还好吗？为什么你突然这么有精神呢？浓浓吃真的很有效。是哦。嗯。这里是我们清军的地方。你现在吃臭豆腐的话，不会吐吗？有可能。不可能。没关系，这个也是我的干净了，让大家表现一下。哟西，臭豆腐。哇，好刺激！
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我们的进军开动了。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太本当ふざけ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そう。ああ。うんうんうん。可以可以可以。青春是获结束的，从2015年开始的那个青春，已经大概6年了。对，然后大概16之后来这里是抽多福的。啊，那个彩券。对，就是奖学金。啊，そうだわ。回到中心的感觉。那么，よし。食えるおぉ那时候不能吃的时候有进步呢对我们两岸有很多进步回去加油吧好任长嗯青春做了谁会吃臭豆腐感觉到青春对青春的话我们从大学生的时候一起陪他 Beer 没错那最后的话一起干杯吗好耶、yeah. 哎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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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音耶一二三二三谢谢三元对不起你没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拜拜拜拜拜干杯干杯太坏了但是真的很开心耶有那样看到我们就很开心的啊对对对 对, 对这个是6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啊对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样在外面会比较有点有那个刚来台湾的时候的哦是吗因为我们太爱台湾啤酒然后 很喜欢这个气氛嗯然后拍摄的时候太害羞了所以先喝啤酒然后对呢先喝醉然后很嗨的就要带拍片对对对先飞的话还可以因为有些人已经认识我们但是完全没有人认识我们的时候回来啦但是以后的话就这样我们还需要更多努力吧对因为我们的梦想还会继续嗯是真的我们的最后一步亲亲三二一吃完了好继续啦打针啦8点开始超过10个小时果然还是两个人的话需要这么多时间的衣服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哦继续努力的话我们会达成自己的目标哦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吧我们要再出发的这频道来说也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大家一点点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感情的话请给我们按个赞然后给我们留言看很久很久这个频道的历史的话这是个通过点通过点我们的未来还会继续到台北小巨蛋卫视哦是我们的青春也会继续吗对有、yes! 所以大家也跟我们一起走这个青春的路 yeah好那今天的影片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拜拜。别加了，怎么做嘛？Oh yeah.